不就是一个骗子？爸，徐毅是个重感情的人，他是为了婉婉才这样的。真的是个卑鄙小人，脑男人，死有余辜啊！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你说他卑鄙？当年哪个男人愿意为了这样的事情让自己丢脸呢？他都是为了女儿才这样的。那我问你啊，火车站的事，蓝雅是过错方，他打官司有胜诉的吗？啊？他干啥不去了？那件事情之后不久，大桥就垮了，南雅就到处闹。徐玉为了婉婉的抚养权，只能先稳住南雅，不能跟南雅闹掰了。说来说去还不是没有答应呢。千禧夜那天，他答应了。早就知道你们俩在一起了，赖着不离的不是你吗？拿个病孩子当要挟，你心真够黑的。我当初还可怜你，心疼你，最后落个农夫与蛇，你还让我来帮你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？我跟他断干净了，对于你们来说不是更好吗？条件呢？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婉婉。那不可能。你可以说服他，你也不愿意拖着一个病殃殃的孩子当后妈吧？我可以离开清水镇，彻底消失在你们面前。我以后独自抚养婉婉，绝对不会麻烦徐毅。你们也可以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，健康的。南雅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有过一丝后悔吗？你想过会有今天吗？我之前去过你们家门口，我站了很久，我是想跟你道歉的，但最后放弃了，并不是觉得不愧疚，而是道歉没有意义。这我怎么跟刘勋聊起来了？不是，你没看见墙上那些海报啊？刘勋到处说东楼的大闺女老师搞在一起，他是看图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做了一个贴图。刘勋就是这么说的，他从哪里找来的照片啊？看看婉婉，钱不够了。不是，我觉得
那也有事，他最近啊肯定是缺钱，你可提防被他算计，他要卖我的房子，还说请了律师要打官司。你家也不缺钱，他着急催命似的给我抢房子，哪怕是要补贴什么男人，他还说要跟你离婚。他每天都说跟我离婚。他这次藏得深，你没见他最近滋润得很。30岁的女人了，嘴红齿白，脸上还放着光，那不是有人还是什么？多少人都说他有鬼，你咋意思看不出来呢？